咁我哋即將會嗰個海南一嘅首張價啦。首張價咧會包括50個單位嘅，包括係一個 HJ 有20個兩房單位，咁包括係開放式廚房或者公廚嘅單位。咁另外咧會有10個三房單位嘅。咁咧就想補充一下啦，同埋都有提過啦，喺呢個我哋新海站二嘅首批開售嘅之前啦，如果有登記過購買意向嘅買家啦，可以率先喺加入我哋嘅 B 組啦，就可以優先去揀選自己心儀嘅單位。咁除此之外啦，呢一批 B 組嘅買家啦，如果喺我哋新海站一嘅首輪出售嘅當日咧，購買新海站一嘅單位咧，都可以享有額外1% 嘅折扣優惠嘅。哦，入咗俾你入翻曬，即係佢哋上個禮拜六杯改咗好耐啊，咁所以嗰日我哋呢個有少少心血嘅時間嘅，咁除咗係等佢哋優先簡單嘅之外咧，咁亦都係俾佢哋翻少少優惠。咁我問先，我哋講一個三房先。咁我哋三房嘅E單位啦，咁就係我哋嘅其中一個示範單位嚟嘅。咁見到咧個客房廳啦，同埋三間睡房啦，都係面向維港海景嘅。咁都係我哋最臨海嘅一個單位嚟嘅。咁好啦，再 recap 一次啦，我哋親海站二啦，大家記唔記得咧？我哋三房咧有個專享1、2、3嘅換樓付款計劃。咁同樣啦，親海站一嘅三房買家咧都可以選用呢個付款計劃。咁裏面咧會提供一個90%嘅定息一案啦。咁首年咧係定息1% 嘅。咁個價錢究竟每一個月嘅需要支付嘅利息係幾多咧？係啦，係講緊7727嘅，即係每一個月，如果個買家係用咗一個付款辦法，咁首年定息一個月咧，只需要支付7727嘅啫。咁啊，單位咧總共最高嘅折扣咧有20%嘅，咁折實咗之後咧，個樓價係1033000，咁啊折實尺價係14370。咁啊，講緊呢個樓海嘅折扣嘅。兩間睡房都是面向呢個維港海景。咁呢一個單位咧係一個配置一個開放式嘅廚房啦。咁單位裏面嘅廚房咧都同樣都係用曬全套嘅 Gardner 嘅。咁兩房嘅單位咧就如果選用我哋愛財積谷嘅付款計劃 ，total 最高售價折扣咧有19% 嘅。咁到底呢個價錢咧係幾多？咁可以睇到啦，我哋一座嘅樓市單位兩間單位折實嘅尺價係14937嘅。一樓啊？折實嘅樓價係660,025。呢一個單位咧都係海地前排單位。咁好啦，一房單位咧，同樣都係有最高19% 嘅售價折扣優惠，咁選用呢個愛財嘅積谷付款計劃啦。我都全部十九。呢一個單位咧，就會面向翻我哋遠景嘅。咁睇到咧，嗰、那個單位咧，除咗個開放式廚房，睇到係市場上比較少見嘅咁大嘅台面位之外啦，咁我哋門口位啦都有一個預留嘅儲物空間。咁呢一個單位啦，同樣廚房都係用咗全套嘅 Gardner 嘅家電。咁個價錢啊，扣除咗10% 嘅最高折扣之後咧，個價錢係13,400。折實嘅樓價係385,800嘅。所以我哋新海站一嘅呢一批嘅單位啦，個價錢啦都係非常之相應嘅，即係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市場上之前喺我哋新海站二揀唔到單位，都可以喺新海站一啦，可以揀到佢哋自己心儀單位啦，上車或者換樓嘅。發展商咧，其實喺第一次公開發售咧，一 Q 過626間咧，即係真係好成功。咁啊，其實今次咧，佢我估計佢有好多向預客。咁我相信向預客咧，
我哋當日咧都好多客要三房，所以今次一期啊好即係係啱啱中正目標。我估計發展商有機會一路加推有機會200多間又係做一次重複嘅一 Q 清袋，因為佢今日嗰、那個開價咧都係好似一二期咁克制，咁變咗14000多啊嘅即係大單位咧。圍到11000一間三房咧，港島九龍市區咧係好難揾到嘅。咁啊，連打擊埋嗰啲居屋啊，你見今日居屋嗰個抽籤都得11000，咁啊係近年啊近呢十年最容易抽中嘅機會。咁即係其實一個唔好嘅意義，即係話即係冇連居屋都冇人買。咁啊，其實大家即係經濟其實影響到市民買樓嘅信心。咁但係今次發展商長江咧，係一個平價咁樣嘅策略咧，其實就係好即係有用嘅。咁我估計咧，其他發展商咧都陸續會跟一個即係用一個平開平價開嘅戰略咧嚟傾銷嘅。咁你平價開嚟講，依家唔係平3-5% 就得，係平15-20% 先至係有承接力。咁我相信。喺8月咧，全香港有1500宗到嘅一手成交，其實今日都破咗上個月紀錄㗎啦，上個月600多宗，今日都700多宗，咁啊，如果照呢個進度咧，8月有機會1500宗，咁啊二手都靜嘅，二手我哋十大屋苑好少少嘅啫，多咗一間，但係嚟講咧就二手業主咧想減都減唔切，咁啊其實睇樓都少嘅。咁啊，近期其實好多內房嘅信息都係負面嘅，咁啊，確實香港即係要前景係有啲擔憂嘅，咁啊尤其是嗰、那個復常之後咧，冇復旺，淨係復常，咁啊，但係復旺咧，我諗要有啲刺激㗎啦，咁啊都係嗰句啦，政府應該去嚴肅去審視下個辣椒。因為今日有個官員都提過，佢會諗，即係會嚴肅地諗一諗。我相信呢個信息都發放到出嚟嘅，起碼佢有行動去諗一諗先。咁要㗎啦，唔係到時唔淨止減辣，係去救市添。救市都即係減辣都未夠啊，可能要有啲刺激置業嘅措施啊，倒轉頭。咁到時都為時已晚。咁其實依家經濟確實真係唔係咁好嘅發展落去。咁真係需要有啲政策嘅支援先至可以個樓市會好翻。你見今日股票市場咧都反映到內房嘅問題，同埋有幾隻股票啊都喺國內嘅股票都會有少少經濟問題。咁所以呢啲都係打擊到啲置業信心嘅。咁所以個市道咧，如果冇任何即係行政嘅即係措施咧。我估計個市都會微微咁跌落嚟嘅，因為發展商都大頭落咗嚟，二手又追住落，咁所以個價會比較冇咁樂觀咯。向餘客會佔80%㗎啦，新客有啲啦，70-80%係向餘客嘅，因為嗰次上一次個倍數比例大，咁而上一次嘅三房啊係少嘅，今次就三房多嘅，咁就變咗。向餘客都我哋公司係佔70-80%㗎啦，咁同埋佢會快嘅，因為有咁多向餘客咧，咁加薪飛資要3-2日就可以加到，希望佢喺本週6日會公開發售咯。